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佩美生医，今天在 Biotech Asia， 很高兴你们可以来这边。佩美呢已经有30年的 experience 在护肤品和 skincare，我们现在呢也慢慢的会有保健食品或者是吃的 food products。 其实佩美呢，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想要做的是把大自然萃取出来的东西，比如说植物啦。如果今天有空的话，可以来看一看，我们其实很多植物是摆在那边。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从大自然萃取出来的 plant extract。 然后呢，未来我们有很多新的样品 new products 和 new technology， 所以现在大家常常说到的就是未来光。那这个未来光是什么呢？这个未来光就是 exosome 就是外泌体。我们目前最新的一个产品外泌体就是这一个，我们取的名字叫 Sinksicle。那这个 Sinksicle 是什么呢？如果靠近看的话，它其实呢。 上面和下面是分开的，因为上面就是有极冻 freeze dry 的外泌体，然后下面是精华液。那为什么需要用外泌体呢？那就是他们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材料包起来，直接导入进去皮肤的真皮层底下。我们设计的分量就是差不多一瓶就可以用一个礼拜。到最后，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慢慢的陪着佩美一起往前走。谢谢。